Thank you.芋头米粉的人，他有卖芋头米粉，香辣咖喱芋头，炖汤、泡汤，盖饭、泡汤，汤。咖喱鱼，哇哦，咖喱糊啊！那是糊吧，糊炒。糊糊白的呀？糊。哦。糊白糊黑糊多多。哦，歪糊。这黑辣椒，你叫歪糊白这里啊，椒。是冷椒的。是冷椒的。这是什么黑？这是糊炒。啊，比较多的吗？啊，这么多啊？可能是没吃过。没黑面，有黑面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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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一样。啊，汤好了，好了，真那汤的。我感觉很困了的，你那个。加入骨头。啊，两个半啊。啊。啊，鹿鱼肉，好。咖喱鱼肉。我咖喱食下先哦。啊，你咖喱，咖喱是几汤咯？咖喱加加咖喱煮啊。啊，加咖喱煮。ต้องจึงไปคุยคุยตาจะคุยอ่ะทำไปหรอทำไปหรอเดี๋ยวที่จะทำหรอโอ้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ถั่วครับเขาแล้วครับจิ๊กกะปั้นจิ๊กกะปั้นเนี่ยเดี๋ยวไปเจ้าเพียงว้าวทาราคาที่好香啊这是薄荷哇黑豆排骨套餐哇哦是几多块钱的几多块钱的哇所以哎呀我倒点成了排骨行两粒三
像是等花巴黎啊，东花巴黎啊，是凉的，这样的天气喝这个最好了。有巴黎，有等花。阿波咖喱鱼肉，就是炖汤，炖汤黑豆，哇，好料，香。它这个很好喝，好喝。冬瓜薏米，看你的黑豆，黑豆排骨汤，好喝吗？太骚了。好喝。味道很浓，是吧？尝一看，有红枣，嗯，不错，好喝。咖喱配白饭，果然是最好料。完了，好饱啊！这个好料啊！要是一个人，一个人三个。啊，这个大的。这是两三个人吃。对，他们两个人，两个来这两。